王嘉欣，1967年生，祖籍辽宁，著有诗集《北冥鱼》，诗词集《怡园诗草》，书法集《中国美术馆当代名家系列书法作品集》《王嘉欣卷》《王嘉欣书法艺术》《燕园艺史》《燕园树谷》等。2010年43岁的王嘉欣当选中书写副主席，张海评价王嘉欣书法，嘉欣同志是当代中青年书家的优秀代表和领军人物。王嘉欣临摹判例契碑局部，王嘉欣自幼在父亲的指导下研习书法，以欧、楚、颜、刘等唐阶碑帖为范本，以私塾史描红写仿的方法打下了坚实的基本功。在几十年的学术历程中，文从沈梦了解，他在繁忙的学习工作之余临时不辍，焚高忌讳，对历代书法经典作品，尤其是楷书名作用力最深，所临摹的作品忠实原作，形神毕效，大多是石林、通林、展读之际，精彩纷呈，蔚为大观，其种类与数量之多，临摹把握之精准，不仅在当下历代书家中也是不多见的。王嘉欣临摹佛遗教经局部，王嘉欣临摹兰亭序局部，王嘉欣临摹九成宫里全名局部，王嘉欣临摹祭侄文稿局部。